来了，我跟你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。我最近买了个岛，那上面特别好玩，你要一起去吗？跟你说了走就走，你要不要乖乖听话？哎呦喂，走吧走吧，求你了，跟我一起走吧，求你了。这个你先帮我拿着。好了，蘑菇你都说了，跟我走吧。看来我只能用我的绝招了。哎，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一定会陪我去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么快就答应了，太好了，我们走吧。